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是4月16。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你好。感恩关心，感恩师傅。哎，你好。你好。嗯，你好。嗯，请讲。听到我的。听到，听到，你讲吧。喂，师傅，你好。我有很多问题想请教师傅。师傅，我很久，大概有2年没有打通师傅的电话了，请师傅给我开始几句好吗？我修得不好，我向师傅忏悔。这个电话呢，主要是给你们问问题的，好吧？嗯。你在问问题当中，师傅再跟你讲吧，先问问题吧，因为有很多人都在打，好吧？你这个最好就是问一些问题，因为本来就是说回答你们一些这个生活啊、学习上啊、拜佛念经问那些问题的，好吧？好的，我想跟一位同修他问他的问题。他其实是这样子的，我没有打通师傅的电话，头疼。然后这位师兄呢，他已经修了大概有5年左右吧。然后这位师兄呢，他是这样，他身上有很多大灵性。那么呢，他本身他家里的中国的娘家婆家有跟他，就跟他立那个现在的灵堂，可能造了很多那种邪淫的众生。那么呢，招来很多邪淫的众生，那他现在这位众生呢，就在他身上，就很多年的。然后这位同修最近他就是说，在他身上叫他看一些那些通灵的东西，他不想看那些通灵的东西。那他现在怎么样呢？他本身现在已经放生有1万条鱼，大概然后有放生。1万条鱼，然后念的小房子大概1000张左右，他现在很烦了，请师傅给他开示几句吧，感恩师傅。他的业障自己背，不会让师傅背。是啊，你知道吗就好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首先，他被灵性控制住了，就是灵性上升了。明白了吗？像这种呢，一般的灵性上你身，他总有他的目的，他要有时候会在你嘴巴里跟你讲话，就是他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多念小房子还债，还了差不多了他才走，在还没还完之前他不会离开的，听得懂吗？不是说你要看不看就不看，他要看他就看得到，实际上他要看他在你身上，实际上就是你在看，你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很正常。他现在不是说你想很痛苦的事情多呢，你怎么不看看医院里还有很多人很痛苦啊？你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明白了吗？世界上很多事情等到他痛苦的时候，就是说明他造孽的时候已经爆发了。而且他看到这个众生有包括有日本人，然后网上又时常跟他搞行夫之事，然后又叫他现在要叫他看那种通灵的东西，他不想看那些通灵东西，他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念经呀，小房子拼命念。你要1000张够吗？你先念完再说吧，你念到600张，如果他已经好了嘛就好了呀，700张好了就好。你许愿1000张嘛，这是最起码的数字呀。像这种灵性，他附了你身上，他就不容易走掉的呀。明白了吗？他可以把，比如说扶持观音堂的功德转给这位灵性吗？错了，你不能转给灵性的，你就是说用这个观音堂的那个做的功德去消除我的业障，就这样了。
明白了。最大的问题，他的在中国的娘家，他的妈妈那边还是一路跟他找那种通灵人，这个问题他永远解决不了，所以就是。那我问你，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人死掉了，怎么办了？你告诉我怎么办了？叫无缘众生，听得懂不啦？嗯。一个人等到没缘分了，就叫无缘了呀。嗯。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啊，好了。你救不了了，就叫无缘了呀。嗯，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很痛苦。还有什么要救不了别人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嗯。嗯，请师傅加持我，让我能够打通师傅电话，让给他看图腾。他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好的，感恩。他还有什么那个增加？除了小房子呢？没什么了。就是念经啊，还债啊，因为只有念经。才能还债呀、啊，多做功德、嗯、能够消除业障呀，就是这样。嗯，明白吗？他想问清修，他许愿清修可以吗？这样，嗯，他许愿清修当然可以了，他有条件。嗯、如果没条件的许愿、嗯，到最后又做坏事了，那你说你这个罪加一等、嗯，听得懂了吗？嗯，明白了吗？要有条件的呀，啊、嗯，你现在。生活上如果没有异性的话，你在梦中被这个男的还这么搞来搞去的话，就说明他阴间他还是欠人家的呀，明白了吗？嗯，好了，明白了，师傅、啊，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第一位师兄，他想问他修了好几年了，但是虽然他不是弟子，但是他念经很多杂念，但是。他还是念不了小房子，有很多阻碍，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位同学。你记住好了，为什么他念不到小房子？记住，已经有好几位了，跟着师父修了十几年了，就是不拜师。不拜师之后嘛，就是不搞好好守戒，因为拜师之后要守戒的嘛。哦。不好好守戒死了，现在。嗯嗯。为什么呢？那为很简单、嗯，天上没莲花呀。啊，对，他还没拜师，对，好了、嗯，没莲花，嗯，很容易走掉的呀，明白了吗？嗯、啊，嗯，那为什么他念不到小房子呢？就是说灵性不给他念，灵性要控制他，因为你举个简单例子、嗯，人家本来你欠人家钱，人家一直在拿你的利息，对不对啊？你说我要还你钱了、嗯，他不要你还，他就这么一直要叫你租下去。听不懂啊？听懂，师傅。好了、嗯，好了，嗯，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好的，师傅，我想问，念小房子一般我们都是要写一个证嘛？比如说我们念了多少遍，我们写一个证，对吧？那这个证，如果我们不写这个证，有什么含义吗？比如我们只是画笔痕12遍、13遍这样子，可以吗？都可以，都可以哦，没问题的哦，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看一下问题。师傅，如果梦见自己买房子，跟梦见是租房子有什么差别吗？租房子嘛，就是暂时的呀。比方说你就是天上的你租了一个房子、嗯，你如果这个房子感觉很漂亮，很喜欢，说明你现在的环境还不错，嗯、但是是暂时的呀。嗯，如果你今天买了房子、嗯、梦中，那你这个房子感觉很舒服、嗯、那说明你这个幸福是长久的呀，至少在人间要长久一点吧、嗯、明白了吗？嗯嗯，是不是跟天上的房子有关系？比如说梦见那个房子很大啊，没关系没关系、嗯、没关系的，天上房子大了啊，天上是否怎么开始？嗯，天上是幻化的，都是黄金铺地的，开什么玩笑？嗯，跟人间能比的、嗯，人间这些烂房子能比的，跟天上好比的，所以你的脑子嘛就是不灵呀、嗯，所以才让你两年才打不进来呢。对不起，师傅，我修的不好。没有智慧呀、啊，你不是修的不好，你很努力修，你不开智慧，你要多看白话佛法的呀。嗯，是的，现在我们在那个网络开了那个网络公修。请师傅给我们开示几句好吗？嗯，
网络共修嘛，自己好好的修呀。不管哪个共修，嗯，不管什么样的形式共修，全部要把它修好是最重要。要能够懂得做人的道理，嗯，做菩萨的理念，要懂得怎么样为众生，嗯，那就是大乘，对不对啊？嗯，修行修到后来越修越自私，越修越小气，那你说你算修得好不啦？对不对啊？嗯，修行要修到后来为别人活着，整天想着众生，嗯，那你才成功呀，明白了吗？ 嗯， 嗯，明白了，师傅。师傅，我们在网络共修的时候，有师兄说他分享他的梦境，他梦见一群人都在排队要去一个广道吧，然后他就问你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四圣道，然后那个师兄就很高兴，然后别的师兄也是一样，梦见很多人打鼓，然后也是这样的情，那个梦境，就是说我们如果努力修白佛法，就是我们会，增加我们的那个慧命，然后我们就是说往四圣道去，对吗，师父？是啊，你努力就是往上呀，不努力就是往下呀，嗯，听懂了吗？哦，好了。听懂了，师傅。好了。啊，师傅，还有一个梦境很特别，我梦见师傅，就是说在做师傅的护法，然后旁边有很多大护法跟着师傅在一起，然后师傅在那个桌子拿了一个大牌子送给我，那个牌子就写着“贺家平安”，很大个的大牌子。然后这个师傅就是很特别，我在心想，如果师傅在法会能够每一个接一个贺家平安的大牌子护身符给大家，多么好，请师父开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感给你加持呀，还不懂啊？哦，好了，感恩师父，啊，就是说在师父的身边的大护法，师父一定会给他很大的加持吗？那肯定的啦，谁在师父身边接触多嘛，肯定加持多呀，这个很简单的呀，这个道理谁都懂，嗯，明白了吗？嗯，但是很多人不珍惜呀，啊，跑到师父身边来又不珍惜，有什么办法呢？明白了吗？嗯，好了，明白了，师父。好了。最后一个想跟同学问一个同学，他梦见有一个大种子掉下来，然后他送了一个大种子给他，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种子掉下来的话，说明莲花掉下来了。这个种子不是有果吗？不是吗？种出来了。啊，那个种子，我们吃的种子。吃啊，哦，粽子啊。啊，粽子，对对对对。哎，种子，哎呦。对不起。哦，天上掉下来一个粽子，哎呦。对。嗯，思路广进啊，文思广进，明白了吗？嗯，这个也是算好的。他就是老就是说要跟人家谈生意，老是谈不成，有什么阻碍吗？这位同学。肯定阻碍啊。嗯，他多脑子里邪淫太多，也谈不成生意的。嗯，听得懂吗？不干净，他都有问题的。嗯，好了，他念了很多小房子，然后他很努力，他很发心这样子，那老都说谈不成生意这样子。 嗯，不行的，好吧。好了，好的，好，叫他多念多念那个准提神咒。准提神咒。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最后给我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你这个孩子要记住了，给人家打了，好吧？好的，自己要多念经，多听白话佛法。你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智慧不开，就是说明白话佛法看得太少了，明白吗？嗯，好吧。感恩师父。好了，再见。师父对不起，我向你忏悔。嗯，感恩师父。再见。师父再见，你要保重身体，记得保重身体。谢谢，再见，师父。嗯，喂，你好。师傅你好。啊，讲吧。师傅你好。嗯。哦，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打通这个电话。嗯。师傅，我要先跟您忏悔一下，因为我自己以前的欲望就特别特别多，总是喜欢看那种好看的衣服啊、包啊、鞋子什么的，经常性的会放不下，特别的喜新厌旧。完了之后呢，学佛了之后，就是在那个物质上还是喜欢买一些包啊什么的，看中了就必须想要得到，完了有的就买了很多很多那种不必要的东西。师父骂我让我改一改这个毛病。你说你现在明白了，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啦？
嗯，这样做肯定是不对，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有压力啊，或者心情特别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话就要花钱啊。那如果下辈子给你再来投人，没钱花呢？是我自己浪费自己好多好多福报。对了，这就对了，浪费太多福报了呀。一个人有欲望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的。你讲给我听啊，你在马路上你想上厕所你就蹲下来上厕所好了。对不起，是不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嗯，人家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自己想做什么就什么，你看这个世界上还有秩序吧。对不起师傅，我错了。师傅，我是不是应该多念心经啊，多开智慧？你觉得你这一身臭皮囊对你来讲这么重要啊？你买个名牌的包，买个衣服又怎么样呢？谁要看啦？对不起师傅，错了。精神上不好你想想看，对不对？你肉体弄得再漂亮有什么用啊？衣服是遮体的，菩萨已经给你们看了，对不对啊？你看和尚他披一下东西，他是遮体的呀，他是给你们干嘛的？让你来显花。你就再漂亮的话，你不就是孔雀开屏吗？对，有什么用啦？你告诉你情愿做个孔雀不啦？你天天就开屏去吧你呀、啊、对不起师傅，师傅错了。脑子真的，一个女孩子太追求人间的物质，她会追求思维上的进步的。你去看好了，凡是整天买东西的，整天吃喝玩乐的女孩子，你说她脑子会有不啦？对不起师傅啊，你再去看看那些女孩子不求上进的，就是好吃懒做呀。对不起师傅，现在知道了吧？嗯，我知道了。有点福报不能都用完的。嗯，真的。还有啊，这个人们自己不知道控制自己的体重的，越来越胖、嗯、不知道啊。对不起师傅，是你以为我看不见的？对不起，你说人家这么胖拿个包有什么用啊？太贪了，我确实是在人间好多事情太贪了、嗯、人家对对面看了，哎呦你看，哎呀你看这个胖女人，那个还拿个包呢，你看这个包在 LV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说会有吧，你说会有吧、嗯、还丢人呢、嗯、是你之前感情上伤害过别人，我要跟师父忏悔。你就是太随便。嗯，啊，太随便，听不懂啊？听得懂。我这一句话里面包含了多少意思啊？我知道了。好好改呀、啊。嗯。伤人呢、啊，也伤自己呀、啊。是的，师傅。丢人吧。好几次在梦里面就梦见了师傅，师傅在梦里都不爱搭理我，转身就走了。你这么脏，我怎么搭理你啊？对不起，师傅错了。你看一个女人，你要是这种。事情夫妻之事，这种男女之事做的太多的话，你想想看脏不脏啊？师父怎么会理你呀、啊？对不起，对不起，师父。好了。嗯，师父，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讲吧。有个师兄做梦见他在晾衣服，但是脚上缠绕了几根绳子。做梦的师兄看见后就帮他把这个绳子解开了。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束缚呀，缠绕着绳子走不快呀。哦。境界不高呀，他要靠朋友、靠同修，大家帮助他，他才能解开这个疙瘩、矛盾。好了。好的，下一个问题，有师兄梦见帮师傅放生了1000元的蛇、一麻袋。因为有师兄之前定了说就不放了，他说他来放吧。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蛇的话就是麻烦呀。对，给师傅梦中就是给师傅放。对啊，给师傅放就是把师傅的麻烦去掉呀。哦，但是他放的是蛇。蛇就是麻烦。哦。听得懂吗？好的。嗯。听得懂了。嗯。完了，这个同修还梦到了一个女的，说她的腿中毒不轻，只有3个月的命了。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同学要怎么办？要当心了。
这个从腿嘛，你就要当心车祸呀。哦。腿压断了，出车祸，脑震荡，脑死亡，就死掉了呀。好的。嗯。嗯。那他应该怎么办呢？多念消灾。躲过劫，躲过劫呀、啊！一万遍消灾。啊，一万遍的消灾。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就有一个师兄梦到，有师兄梦到一位同修的网名叫某某，但是梦里知道是这位同修，然后出现了三个字叫老千金，老是老师的老，千是就千金，就是那个千金。请问师傅什么意思？老千金嘛，就是他自己是有父亲的呀，有啊，他自己天上可能有父亲，嗯、他好好修了。千金就是人家父亲叫孩子的呀，说你千金怎么样啦？千金嘛就是女儿，对不对呀？哦、那么万金是什么？哦、万金嘛就是男的呀、哦，女儿只能叫千金，因为儿子重要，儿子叫万金。但是儿子好的话叫万金、哦、儿子不好就叫加个油，叫万金油。好的好的好的，师傅明白了。嗯、下一个问题，嗯，同修的小孩是属羊的，是一个女孩，今年只有五岁，今年是破太岁。同修前不久梦到他女儿在公交车上，车上就有很多人，他女儿被人家挤开后瞬间被拐走了。拐卖的拐走了，同修知道拐走他小孩的那两个人是帮他家里装修的老板的两个工人，那个老板好像不知情，他就去找那个老板，想让老板让工人放人，然后这个梦做梦啊、嗯、对梦境，当心啊，家里有孩子不啦、哦、家里有孩子，当心啊当心啊，嗯，要出事了、嗯、要出事。哦，那他要念小房子消灾吉祥神咒，小房子二十一张、哦、小房子二十一张。哦，那一般像做到这种梦是大概多久要特别当心呢？半年当中。哦，半年当中是吧？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有一个同修呢，最近觉得做错了很多事情，对不起菩萨，也在礼佛忏悔了，也放了一些功德款，想做功德来弥补。当天就梦到在吃自助餐，是什么意思？啊，那还好啊，这菩萨已经原谅他。嗯。啊，菩萨已经原谅他了。因为他自己的努力，所以他才成功的。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跟您反馈一下，就是有一期在读堂里面，我们问了那个，您就问一个师兄说，他吃全素还是吃半素？完了，同修就反馈说他妈妈会把那个荤菜放到小碗里，放在那个米饭上让它蒸，虽然就是许愿吃全素，但是那个米饭还是会有那个荤的气味嘛，这样就是已经吃了就不干净的东西，而且他梦里也梦到了，所以师傅就说的特别对，在这里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吃素一定要如理如法，他这样吃就相当于吃了那个肉边菜嘛，一模一样。 对对对啊，你肉边菜的话你还可以躲开，你这个蒸的肉放在饭里边一起蒸，这味儿全进去了，惨了。对对对对对，好了、嗯、所以家里面有人要是吃那个荤的话，你吃素的同学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千万注意。嗯，好了、嗯，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是那个有同修就特别容易长胖，是现实中的问题，就是他问可以念姐姐咒化解吗？就自己与肥胖的冤结，可以这样念吗？不是冤结，肥胖的话，第一嘛，自己控制住自己的嘴巴呀，睡觉啊、不要懒。第二嘛，你从玄学上来讲，你要多念心经，多念心经啊、嗯，不是解节奏，跟谁解啊？你觉得人家有意叫你胖的？嗯，听得懂吗？多念心经长智慧，只有观世音菩萨保佑，你才能瘦下来。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可以用自己供的莲花油灯做微信的头像吗？知道没关系的，好吧。哦，那师傅这个是点燃那个油灯拍照可以，还是说灭了的时候的油灯拍照可以啊？灭的吧，都可以。灭的吧。灭的是吗？因为你点燃的话、哦、的就有菩萨来了呀。因为你这不、哦、你这种
网上这种传来传去，有的时候不大如理如法，而且不有的时候讲话不当心，很脏的，不尊敬啊，嗯、菩萨听不懂啊？啊，听得懂的。好的，下一个问题，嗯，师傅。有人想把自家的仙堂后面贴上黄色的山水画背景画，请问可以吗？可以。仙堂的后面可以是吗？仙堂的后面啊。嗯，仙堂的后面应该贴黄色的背景画。嗯，可以。可以的呀。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你快点了，不能问这么多了。嗯，好的好的，再问一个问题，师傅，嗯、就是家里人从监狱里面出来之后、嗯，他戴的那个眼镜是否可以换一副新的呢？那当然可以啊，就是应该旧貌换新颜呀、啊，旧貌换新颜，哎，让他自己会有自信产生的呀。嗯嗯嗯，明白了吗？给他换衣服也要换，好，明白了吗？衣服也要换，对呀、啊，重新做人呢、啊。哦，那么监狱里的那种过去的有些衣服穿的倒霉了，再穿它干嘛？嗯，好的，好的。有条件的意思，我的意思有。哦，好的，好的。嗯，好了。嗯，好，师傅明白了，感恩师傅、嗯，谢谢师傅。再见。谢谢师傅给我的开示，感恩师傅，感恩菩萨，他们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啊，再见。师傅再见。嗯。喂，你好。哎，喂，师傅好。嗯。啊。啊，弟子给师傅请安，嗯，请师傅帮我有开始几个问题，个人业障个人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先解几个梦。嗯，一同修做梦自己在审判两个人，梦里的环境是白天，有太阳，但是在人间的黄昏。同修先给第一个人看两个视频，一个视频是这个人在阳间做过的事情，一个视频是这个人将要受到的惩罚，刺客判他投地狱。同样的操作，同舟看了第二个人，先投蛇再投兔子，请师傅解梦。哎呀，他下去看到阎王老爷陪审了。嗯，哦，他是看到阎王老爷那个就是判人对吧？判人，他在边上他看见了。嗯，哦，这跟他供地藏王菩萨有关系吗？有。嗯，哦，好的，感恩师傅。这个同修接着的梦，审判完之后同修就开车走了，都快到村口的时候，看到一片花田成熟了，有些花被虫咬掉了。同修想这花干嘛用呢？另一个佛友来了就说可以泡茶喝清热，同修就把他的花摘了很多送给佛友，佛友把花杆子折断，里面出现了虫子。佛友说这虫子很补的，一般只有大树里才有，请师傅解梦。很简单了，就是人家他要帮助别人，人家也是需要他的帮助，但是呢，这个他要帮助这个人有偏见。哦。嗯。好的，明白。叫他当心啊，不要受对方的那个业障影响啊。嗯。哦，好的，感恩师傅。嗯，下一个，同修做梦正在吃一碗面，另一个佛友走过来坐下，跟同修一起吃，也吃了一碗面，看他的脸却是肿的，请师傅解梦。看他什么是肿的眼睛啊？脸。脸。嗯。脸是肿的。嗯。脸肿啊，做梦是不是啦？对，做梦。做梦脸肿嘛，就是消化系统不好呀。哦，不是跟他最近被人家诽谤有关系啊？有关系啊。嗯。哦，好的，感恩师傅。嗯，下个。三月份，师傅给同修过世的孩子看了图腾，说在欲界天了，吃喝一个多月。同修心情一直时好时坏。一天早上四点多，梦见过世的儿子陪同修去买橘子，当时孩子说买少了。前几天又梦见过世的孩子和他爸吵架，吵了之后就离家出走，始终不见回家。同修让他爸想法去找，当时很无奈，没有办法，只有找黑社会，却要价很高，好像是要几十万元，支付后还不一定找得到。还会继续付款的样子，在梦中感觉很无力，几次的梦见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请师傅解梦。他麻烦了，他碰到下面的鬼了。嗯。不是他孩子掉下来了吗？刚刚说的都是梦是不是啦？对，师傅上来帮他看过图层，说孩子已经在欲界天了，然后他之后就心情是不好，然后就做到他孩子。很简单，下来了呀。做到心情不好嘛，孩子下来了呀，这种推上去的嘛，很容易下来的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那要不要帮他再念小房子啊？你说呢？要。你们的事情啊。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个同修梦到过世的亡人给自己钱，让同修把这个钱捐到庙里。梦里面同修做了，梦中的寺庙感觉和现实不太一样。同修已经许愿帮亡人再念小房子，想请问师傅，这个梦有没有特殊的含义？有啊，就是这个人叫他去还债的那个人，这个人欠庙里的，欠菩萨，可能过去许过愿吧，叫他好好的来弥补就可以了。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同修的妹妹前几天中午睡觉的时候梦见了往生的父亲，穿着黄色的衣服，也变得年轻了。妹妹就喊爸爸，父亲也答应了。同修的妹妹不学佛，但同修和姐姐给父亲烧了有将近80张的小房子，请师傅解梦。这一切都是人自己造的呀，说明他的爸爸，他爸爸过世了是不是啦？对，他爸爸来问他要小房子了，赶快给呀，60张。哦，多少？60张。哦，好，还要再放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梦到家里就是阳台的下层的挡风玻璃碎掉了，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他眯一会儿睡着了是吧？同修做梦，就是做梦，是家里的阳台的下层的挡风玻璃碎掉了。啊，这个就是他家里还不够干净啊。哦，对，他确实家里有养狗。请师傅再开始几个现实中的问题。这女同修许愿清修了，但工作是做工程管理，工作中接触的都是男性，她想请问师傅需要注意什么？工程弄丢了。女同修她许愿清修，但工作呢是做工程管理，工作中接触的都是男性，她想请问师傅她需要注意什么？注意跟男性少接触嘛就好了呀。哦，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下一位有下个问题，有位博友跟同修没讲完几句话就会哈哈大笑，我们让他不要这样不庄严，但他自己说跟博友在讲话很开心，笑出声他很舒服，他想请教师傅这样时不时大声笑出来可以吗？应该可以。哦，是可以的对吧？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有点累了，然后还最后一个啊，师傅辛苦了啊。还有最后一个，佛友可以贩卖跟财神菩萨有关的项目吗？比如像神龛、貔貅之类的。如果贩卖合理合法，他当然可以卖了。哦，好的，感恩师傅。又不是赌博，又不是偷来的。哦，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我们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我们都爱你。感恩师傅，谢谢。好，再见。谢谢。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喂，师傅。请讲。师傅有点累，弟子先读一个分享吧。是啊。师傅休息一下，师傅辛苦了。突发车祸险些失明，运用四大法宝保住眼球，让我重见光明。今年年初一晚上9点，我骑着车下班回家，当时下着蒙蒙细雨，由于我戴着眼镜，镜片上布满雨滴，我看不清前方的路，不小心撞上了路边的花坛，倒下来的时候正好碰倒了警示状，铁柱子把我的眼镜撞得粉碎，镜片玻璃直接扎进了左眼球，我的左眼顿时鲜血直流。那天大年初一夜里，街上没有一个人，无法求助，我只能一手捂住流血不止的左眼，另一只手先打报警电话，之后给姐姐打了电话。过一会儿救护车先来了，直接把我送到当地治眼睛最好的中医院。一路上我捂着眼睛的纱布都湿的被血浸湿了。到了医院做检查时，医生说我伤得很严重，眼眶骨折，泪腺断掉，角膜裂开，眼球裂开，很可能眼球保不住，需要马上做手术。我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告知我即使打了麻药做手术也可能会疼，但我一点都不害怕，心里很平静。手术时我不停地念大悲咒和观世音菩萨圣号，姐姐也在手术室外帮我助念大悲咒。手术很顺利，
而且我丝毫感觉不到疼痛，感恩菩萨妈妈慈悲加持。手术后，同修心灵法门的姐姐问我此前是否有梦境提示，我忽然想起，就在过年前两三天的凌晨四五点钟，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好像我有劫，是与水有关，可我没有当回事。随后几天随缘放生、烧经文组合，都没有针对此梦求菩萨妈妈慈悲化解。而且今年是庚子年，师父早就开示，今年天灾人祸特别多，正月里每天要念108遍消灾吉祥神咒，可我之前每天功课才27遍，而我今年又是43岁，逢369关节，我都没有听师父的话加念消灾吉祥神咒。在此我深深忏悔自己对预示的梦不重视，以及自己没有听师父的话好好念经的业障。术后第二天，我上心香向观世音菩萨妈妈许愿，一年内练200张经文组合，放生10000条鱼，读100篇白话佛法，好了之后现身说法，并以之前语音分享100个群的功德祈求菩萨妈妈慈悲保住我的眼球。此外还有很多无私大爱的师兄自愿帮我助念大悲咒。可喜的是，本来我的左眼望出去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在师兄们帮我助念大悲咒的第二天，我就可以看见2根手指了。又过了一天，我可以看得更远了，眼睛的肿也消掉很多，慢慢可以睁开眼睛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转。等到年初七，我的主治医生来上班帮我做了检查后，他高兴地对我说，恭喜你没有感染，你的眼球保住了，后天可以出院了。我激动不已，无比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嗯，很好。其实很多人这个有旦夕祸福啊，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有福有祸，这个都靠菩萨保佑的。你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反误了亲亲性命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好了，感谢师父。弟子问几个问题。嗯，最近博客来信解答刊登的白话佛法增消业障规律章程很法喜，看了之后大家就有一个概念，以后要怎么去学习白话佛法。那想请教师父关于学习白话佛法的方法。嗯，开示里面有提到认真读诵、互动答题、分享或者串联分享佛言佛语。那平常除此之外，有些同修喜欢背诵佛言佛语或者写白话佛法的笔记，那这两个方面能否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哪两个问题啊？就是说背诵佛言佛语和写白话佛法的笔记。哦，都很好，都很好。佛言佛语你把它背出来最好，背出来你智慧无穷，你还能渡人。嗯，写下来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记住呀。嗯，明白吗？所以都是同一个目标呀。嗯，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对不起师傅，就是说，最近来信解答疑惑有关于白话佛法那个消业规章程序，然后里面有提到说，很好啊，这个很好的。是的是的，里面有提到说串联分享最近自身案例成功，让人收益可以减5分业障，增3分智慧。师傅，这个是不是如果让越来更多的人收益的话，这个自己减业障和增智慧的会越来越增加呢？啊，对啊，绝对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关于清修的愿力比一世修成的要大，那一世修成之前师傅开示业障会集中在3到5年内爆发，那对于只许愿了清修的同修的话，业障会在多久内爆发呢？师傅，这要看你业障的大小了呀。你大的话，你一许愿的话说不定马上就爆了，小的嘛说不定就慢慢的以后消掉了就不爆了呀。哦，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就是主要是根据自己业障的多少呀。好的，明白吗？还有现行不现行在做错事情，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师傅。那是不是许愿了清修就一定要许愿一世修成呢？师傅，许愿的清修嘛，人干净呀，你不许愿一世修成你傻不啦？嗯，因为你干净的话你可以有这个资格来许愿一世修成啊。许愿一世修成你可以消掉多少业障啊。嗯，明白了。明白吗？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如果祈求菩萨用功德消自己黑气重的业障，会不会导致业障激活呢？师傅，
会的，激活的意思就是你本来已经欠人家很多，我现在把它全部掏出来说我来还你们债。那么这些人过去的债组织都来了呀，本来他们就收他的利息呀。嗯，但是如果是念小房子祈求的话也是可能会激活的是吗？都会。嗯，那我们平时的话当心。好的啊，只有当心，起心动念都是业，没听到过啊？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可以念给净赠自己名字某某的小房子，那请问师傅，这个是一定要先把净赠写好，还是说可以先念自存？如果觉得自己最近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再写给自己的名字某某，那包包好收起来，以后往生的时候可以用呢？这种都是小事情，自己做吧。一般的留着都会没问题的，你只要小房子留着，它都有作用。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睡前求菩萨托梦，感情的业障还有多少？你念了几百遍礼佛，梦见和对方一起沿着河走，同修怕水走在右边，但还是踩到了有水的地方。请问师傅，这个说明他这个感情上的业障还是有吗？有啊，他有啊，他还是能够消掉这个业障，还是就是说消掉一些，但是还是有是吗？对啊，你、我问你哪一件衣服洗得完全干净的了？不可能的。嗯，明白了，那就念、多多念礼佛到心无间。对对，嗯，好。那踩到水里的话，踩到水里就是惹事啊。哦，如果是做梦的话，一样惹事。家里不要乱讲话，自己注意点，嘴巴一不留神得罪人。好，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您进行的墨宝有同修发心打印出来免费结缘，有的是白底的，有的是黄底的，请问师傅这两个颜色是不是都很好？都可以。好的。主要进行一个镜子，干净，心要干净啊。嗯。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梦到师傅在餐桌的位置，有三个同修在向师傅磕头，同修连忙让他们不要磕头了，说师傅会帮他们背业的，请师傅解梦。这个你拦都拦不住，这个就是已经有人在佛台上跪着，已经在求师傅保佑他了，这个肯定要帮这种人背的，没办法。哦，那是跟只是一个显化，不是跟同修有关系是吗？就是说明显化不就是同修呀，肯定跟他有关系的。哦，忏任何人的忏悔有两种，一种是外表的忏悔嘛，还有一种内心的忏悔，他不讲出来，但是他痛得不得了，明白了吗？哦，明白了。那他是梦中感觉是原来的家，但是长得是像现在的家，那这个应该是现在的。哦，明白了，明白了。哎，师傅，下一个问题：睡前求菩萨托梦，师傅多次说他不一门精进是什么原因？梦到一位师兄不见了，他就去找，有人说在河对岸，他就手上绑了一根绳子游过河，但是没有看到那个师兄，只看到了一些不信佛的人给的一些贡品放在地上，请师傅解梦。是啊，一样道理啊，很多不信佛的人磕头贡品都没有用的。要有开悟心，要有智慧，学佛不是这么简单的，是一种悟性啊，明白了吗？嗯，那这个师兄梦里不见了的话，是不是跟他最近渡人悲业有关系呢？师父一点点的。哦，那这个梦跟同修睡前祈求他师父说他不一门精进有关系吗？就梦到不信佛的人给一些贡品在地上，不好啊，不当回事啊，我告诉他们会消福消德的，道德也会消掉，福气也会消掉，明白了吗？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有同修在现场帮助设佛台或者远程同步直播助念设佛台的等待的期间，最好是念什么经文呢？一般的，念一遍大悲咒，听得懂吗？如果等待，师傅说，节目都不需要了，就是等待嘛，就等待，等待当中念经呀，
一般的来讲嘛，就是除了前面，后面就比较正规的发炎啊什么要当心，明白了吗？嗯，明白师傅。就是同修他在师傅台的等待的过程中的话，就是可以念大悲咒是吗？完全可以，不要帮人家，不要帮人家远程操控，这个不好。哦，是现场设佛台比较好是吗？对，你要是真的想帮助的话，你要很早就要开始做很多准备工作了。嗯，这个是能够保证能够同步直播的，那这样还是对呀、啊，保证的话也要念大悲咒17遍呢。哦，这个是给自己增加能量，还是说助念这个设佛台？宵夜增加能量全有。哦。好的，那要怎么跟菩萨祈求呢？就求菩萨，我刚刚不都讲了？哦，好，帮助他开光，做积累功、累积功德，就这样。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年轻人一天最多睡8个小时，年纪大一点就是7或6个小时就够了。那请问师傅，如果不管什么年龄的同修平时睡眠时间多于这些基本的时间的话，也算是懈怠的一种吗？不能讲的这么严重，至少说不肯精进呀。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如果两个同修都给对方念解结咒，那变数不一样的话，会对彼此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一个多一些一个少一些，解结咒给对方念的。喂，师傅。嗯，给对方念是不啦？就是同修给互相同修之间互相念解结咒。那如果两个人的变数不一样的话，会对彼此有什么影响吗？啊，没有，没关系。要看的呀，你给我念108遍，我给你念7遍解结咒，你说谁的能量大了？师傅能量大。好了，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时同修准备烧小房子，但其实过一两天就是大日子，那这个时候如果跟他说在大日子烧小房子会更好的话，这样可以吗？还是可能会引来会引来的，不要乱讲，就随缘随缘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小房子作废后继续放在红袋子里几天忘记处理了，这样有关系吗？没关系。哦，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平时上香给太岁菩萨请安时，是说我某某给太岁菩萨请安，还是能说全称给今年比如说是卢米大将军请安，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你就说太岁菩萨比较好一点。哦，统称比较好一点。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叫名字毕竟不是太尊重的呀。哦，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现在收吃荤吃活的人收得很快，那点一次活的东西天上就记录一次，是否前世，那现在是不是前世有杀业的人现在也会收得比较快一些？完全正确。哦，明白了，明白。那如果是针对杀生的业障而烧的小房子的话，净赠是写给自己的要经者，还是写消除业障？关于杀业，你说是什么放在前面消业快啊？什么？就是说针对杀生的业障而烧的小房子，净赠是写给自己的要经者，还是写消除业障比较好？最好嘛写自己的要经者呀。那万一这个除了消了这些业障之后，还有自己要经者一起拿走了呀？嗯，明白了。感谢师傅。最后两个问题。今天有点累。对不起师傅辛苦了。就问最后两个问题很快。做吃素戒杀放生的法布施是否可以针对性的帮助消除杀生的业障，比如可以许愿一年做1000条法布施。可以的。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图腾节目里说往生咒念10000遍只是控制杀业不爆发。那请问师傅，这个是具有普遍性吗？普遍性的。所以是不是就算我们吃素了，但是如果觉得自己杀业比较重，比如说是吃素之前有十几年几十年
吃过活的吃过荤的，或者可能前世也有杀业，那就是还是就一万遍一万遍的去念往生咒会比较好。这倒不一定，但是觉得自己杀业比较重，他会有忧郁的，像这种情况最好就是念一万遍。明白了明白了。嗯，好，感恩师傅。那好，那就这样。好，那弟子今天问题先到问到这里，我们自己让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多多注意身体，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